你对阮太太创啥？应该做我拢做啊，今仔我伫你身躯顶试一下火看，就安尼，就安尼，而且佫做十几遍啊！你好啊啦，卖点莫白吃醋啦。药圣是为了要救人心的，无是爱伊吼，点点看人心直接阴神。嗯，看起来有人是甘愿伊家己太太阴神。也无愿意摆查甫人对口对口人工呼吸啊！啊，无安尼啊，你个动作已经死啊，来到我死神国度，我来接手啊！听这个口气啊，爸面顶面阁走出来乱了。你救阮太太，我真多谢你。不过你牵伊的手是要创啥？可再想诶，卖甲我睡眠差精神啊！你清晨古锥困起模样。我拢还袂看好家，伊是我的太太，啥物你个睡美人，就是你救的，嘛无资格讲这五四三。哦，我卖讲啊，也无安尼啦，后界我得甲伊杀落水，卖救伊啊，互淹死，安尼大家就无相欠啦，好吧？你是讲啥哩？也无后界，就甲你这匹配过了，淹死好吧？您敢袂当拢减讲一句啊？刘三啊，等下队长又过来问你的话啦，你要好好甲回答，莫找家己麻烦。你敢不要紧？敢过都有我送款。我甲幼生奉电甲昏去，起来的时阵就伫个船顶啊，迄个船搁进水啊，我差点就无命。我甲在幼生，拢是我无，我不应该甲你一个留伫个位置。刘先生，刘小姐，拄只病人讲，恁两个即马已经无生命危险，那安尼应该会当做笔录啊。刚刚有记得意外发生的经过，啊，搁有刘总裁报案时阵所讲，恁两个是伫个慈善会现场去往掠走的，敢是？对，我甲刘先生是伫个会场的走廊，互人带到昏去的，起来的时阵就发现伫个水中的破船内底。手给我拔掉的，顶个昏去，给人拔掉的。那安尼，这就算讲是谋杀案啦。刚知影是谁动手的？是谁敢来遐拍查某囡仔笨手动手的？伊叫做彭立宏。你是讲，二长后生，因哪有可能做这种代志啦？那个时阵，我甲仁心看到伊伫拍一个查某囡仔，迄个查某囡仔一直哀哀叫啊，一听就知影有拍到出凄惨的，所以阮就走去关心啊。想袂到迄个笨手，唔敢当场对阮动手，所以就派人用一款垃圾布，哼，一概请我吃水，后界我就请伊吃土。弟弟。麻烦你调查清楚，那真正是彭丽红伤害阮太太，我绝对告。啊，萧正燕啊，你敢若知影要告伊，你拢毋知影感谢我啊？恁太太是我救的，你拢袂甲我说多些啊？我参照我的张同学。这么有礼貌，我给他救清醒了后，你会真感恩的跟我说多谢。我讲不知人心是安怎发生意外，无得是乎你拖累，我无怪你已经真客气。
不是啦，正燕，顶多是玉生让我拖累啊。今日是我坚持要管彭丽红的代志，伊是让我拖落水的。而且，阮食水的时阵，我的脚搁抽筋啊，我差一点仔无法度游上岸，是伊救我的。咱真正应该甲伊说多谢啦。燕西，你甲我说多谢就好啊。安那你无需要。燕西，我只会当看到你这样高追，哇跳跳的伫我面头前，我就心满意足啊。你莫再讲奇怪的话，刺激正燕啊！你是阮翁呢。好啦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就莫刺激伊啊。阿姆哥，这是你欠我的。你今仔日救阮太太，我真感谢你。不过麻烦你，莫阁接近阮太太。恁这款暧昧程度，会予人误会。什么暧昧？我这个人绝对是不会乌白来，我拢是伫遮来。你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宣战的意思。你敢不敢接受我的挑战啊？小翠，是的啦，我不应该让你一个人在那里遇到这么恐怖的事情。我现在只想到你吃水差一点没保命，我的心就要疼了。我现在不是好好坐在你的身躯边，别烦恼啦。哪有可能无烦恼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自己有危险，我都没你怕。一收到你会出事情，我的心就无法度平静落来。现在想起来，我也感觉很怕的。一开始是船漏水，后来我想要收回去的时候，偏偏我的脚又抽筋了。好佳哉，有梁佑胜又救我一次，若无我这条命，真正会无去。想到就袂爽，救人就救人，搁挑个讲什么口对口人工呼吸，根本是你刺激我的。讲话这么酸哦，我哪会感觉有人在吃梁佑胜的醋啊？你在做啥啦？不是讲是人工呼吸，我要把你金的所在抹掉，你的嘴啊。敢若我会晓看？你哪会这么幼稚啊？敢唔免？你无看伊迄个挑衅眼神，明明我才是你的老公，伊煞表现参像你的查某人同款，到最后搁伫你的身躯边，真是处处毋知讲啥。想袂到我嫁予一个大臭汤啊！迄是阮某上高放电，无食醋真困难。哎呦，你是安怎要管别人讲啥？我永远拢是你的小刺猬啊，对不？谁说这样怂？不愧人生那么发狠，我底没存在。你是搁出来要从啥？啊，你甲萧正燕无冤无仇，点啊一句来一句去。你是莫甲我讲，你对张仁心有感觉哦？你不是幼孙，你莫替决定哈。哼，看起来你对你家己后事真无了解啊。伊对张仁心的想法，可能甲你想的完全无同啊。应该恰切哩，才参出底门嘛，才袂参出百战之交款。嗯。你请啥好个呢？恰一爱心好啊，
伫爱心内底，佮加上一个代表我底门的六芒星，我不甲人心永远做伙，安尼才有意义啊！哎呀，这衫真正是足爽的，我就想要脱的，我一定要找一家，甲梁生斗三工。把这些松饼饼的衣服都丢掉，你到底想要对人是怎样？你竟然出现了，为了张仁心，你就是我的花绣困对吧？我刚才是希望你不要回来，我哪会去伤害到张仁心呢？你这么软正才会伤害到人心，还会伤害到我的眼睛。你放心嘛，我用比你好看百万倍的模样接近人心，我会快乐。你别这么自恋啊，你只是我另外一个变态的人格，我早就想要把你除掉。只是你真的很严巧的，一直避，我没办法发现你。谁是谁的人格，我不知道。没听到你才是我另外一个人格。当初若不是你这么软弱，你妈妈哪会死？就连你，早就不知道死几百遍了。你就当作你自己死了就好了。为着现在这身躯是我的，我是不可能再让这软弱毁灭身躯活在这世界。不是我害死我妈，不是我，我只是被我阻挡。你卡冷静，莫这样激动，莫阁屁屁叫啊！阿无阁用拐到去疗养院啊！我想啊，你好爸爸，我想你怕死你哦。我若是用拐到去疗养院，这嘛是你害，你嘛走袂去。嗯，我是无差啊。那边嘛真趣味啊！啊，不过我今嘛搁较想，甲迄古锥张元兴约会。六点伫个内底，我休困，我要来去买衫，还阁请你啊！嗯，等等，安怎？刚拜托的，上一款口气啊！麻烦你听我讲几句话好吧？魔镜啊魔镜，我刚才给你三分钟的时间，请你跟我讲，这个世界上缘投的查甫人是啥？我无想要跟你讨论这个，我刚才是想要问你，你到底想要对人心安怎？今麦是我在问魔镜，不是魔镜在问我。哎呀，看你这样可怜啊！我得教你安怎找答案啊！你会当用我的头壳想看卖啊？我跟张仁心发展到什么程度啊？这边那是什么 kiss？ 这是人工呼吸。你莫想伤济啊！不管是动词还是名词，迄拢无重要。重点是，我想 kiss 的心情该怎的？而且，我是伊的救命恩人，伊对我真感谢，无听到人讲，佫会对我以身相许。啊，不过伫伊心肝内。救伊的人是我梁佑胜，不是你。